前总统林宇先生为了继续推动以总统形态所努力的民主化、本土化改革，在2001年十二月间，号召台湾社会有志之士成立军策会，希望借此凝聚并且发挥民间力量，深化台湾民主，提升台湾主体意识。邓辉以主持人的身份，首先要特别对大家的盛情表示感谢之意。大家对勤政会的热烈支持，是勤政会踏出成功的第一步。大家对台湾前途的关心，使勤政会的未来发展更加充满信心。军策会以行动抵抗自我机器，组织结构，董事会、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下设研究处、教育处、校友服务中心、秘书室、研究处，负责各项国政议题之研究，甲举办各项研讨会、论坛等活动。教育处负责办理李登辉学校相关活动。校友服务中心联系校友，结合校友，推动国家认同。秘书室负责一般行政、总务作业事务。军策会除了要发挥智库的功能，邀请学有专长的学者、专家，就国人关心甲有关台湾前途的各种政治、外交、经济、社会、国防、教育、科技等议题，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，找出对台湾有利的政策方向甲政策目标以外，李前总统更加希望咱会当成为行动智库，针对各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，并且进一步付诸行动，担任学术精英甲基层民众的桥梁，深入基层推动理念，结合群众群策群力，监督政府落实重要政策，推动国家进步发展。当前台湾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这个危机中，台湾的政治啊，也会变形啊，最后啊，朝野都以中国心啊取代台湾心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代志，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，抑制政治人物的中国人。军策会做什么？举办国际研讨会。一，迈向正常国家。军策会跨出第一步，这是奋斗目标。2002年10月举行迈向正常国家国政研讨会。二，视野跨出台湾，关心香港民主自由、劳会倾事件。军策会接受到国际瞩目。2003年8月举行“一国两制”下香港国际研讨会。三，总体检16年来两岸交流的德甲实。丹罗斯、张家敦等国际知名中国专家与会，成为国际上中国议题之中流砥柱。2003年12月举行两岸交流甲国家安全国际研讨会。四，正名制宪新国家。军策会成为制宪运动火车头。2004年11月举行台湾新宪法的正当性国际研讨会，在全国各地举办大型论坛。一，头家发声风靡全国，为228牵手暖心，北、中、南、东四区论坛，
常常不管李前总统的魅力轰动全台。2004年2月，举行头家制宪，台湾发声，北、中、南、东区系列论坛。二、台湾第一摆公投，军策会联盟一拨，2000人涌入燕山饭店，全国12个场地，并且以4份东部连线。全台有100万人参与这项活动。2004年3月举行公投制宪，台湾发声论坛。三，面对选后乱象，拨乱反正，号召全民共同捍卫台湾民主法治。2004年4月、5月举行对2004年总统大选看台湾民主法治之发展，北、南、中区系列论坛。四，反击中国打压，声援台商，呛声中国。2004年6月举行声援台商，呛声中国论坛。五，2005年3月27日举办对反分裂法的谢奥谈两岸交流新书会论坛。六，2005年5月份连续举办3场面对国家迫切的危机，全民总动员，主动联上连强擂台之北中南论坛。七，自2005年9月份起，以每隔一个月时间，定期举行中国经济学者看中国经济之小型系列论坛，邀请旅居海外、钻研中国经济问题之知名学者，甲国内权威经济学者，共同为中国经济问题把脉，让国人清楚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危机，以实施举办民调，以反映民意，让政府参考。军策会自成立3年外以来，出版近20本书籍，除了将研讨会论文集结成册以外，近来更加进一步往国际推广，出版各种英文版书籍，让国际间更加熟悉台湾，更加了解台湾的处境。2005年以来，为了让更加多关心台湾的朋友更加了解军策会活动，亲历认识台湾主体性之相关论述，在5月份起出版双月刊《军策会刊》。办理李登辉学校，为了加速建构台湾主体意识和国家认同，军策会以李登辉学校为名，举办社教政经讲座，结合三观学界济济导师，编撰教材，企划活动，以启发社会风调，建构台湾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教育甲经济发展之本土化工程，应属国家发展，迈向国际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李登辉学校已经开设了国政研究班、青年领袖班、国策研究班、精英师资班、农经领袖班、国史研讨班、客家文化研究班、母语师资班、原住民社会发展研讨会等班别。同时为响应海外台湾人对台湾事务的关心，并且培养台湾第二代认识台湾，在台湾发声，自2004年暑期开始，开始办理海外台湾人国史研讨班和海外台湾青年精英班。另外，面对仰慕李前总统的日本友人，一再促请军策会会当协助办理相关研讨课程，借以让日本友人会当进一步了解李前总统的思维哲学。由日本三经新闻社筹组的李登辉社，以及日本李登辉自由会筹组的日本李登辉学校，也连续无定期来台访问研习。李登辉学校自2003年5月开办，目前结婚的精英
已经超过千多人。2005年七月开始，为着扩大教学成果，决定设立南部分校，加强对南台湾民众的服务。李登辉学校为着落实教育成果，建立台湾历史文化的主体解释，希望台湾人会当真正认识台湾，对家己历史文化产生感情，提升台湾主体意识，确立台湾国家认同，邀集各界专家学者对历史观、文化观、国家观入手，编撰《愿景台湾》系列丛书，每年编定计划陆续出版，作为本校的教材，并且分享给国人同胞，期待让台湾成为台湾人民引以为傲的国家。校友服务中心业务，军七会为了加强对李登辉学校校友的认识，特别在2005年四月成立校友服务中心，以加强服务本校结业校友为宗旨，主动办理认识校友的相关活动，希望会当进一步推动李登辉学校教育目标。校友服务中心正式运作以来，已经推动了校友论坛、编印校友通信等工作，扩大校友的参与和实践。另外，李登辉学校结业的校友也主动成立李登辉学校校友会，这是一个校友自发性的联谊组织，它的目的是结合李登辉学校校友推动各项社会公益活动，参与台湾国家主体建构工程。军七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，人力物力相当有限，好加在有真侪台湾的好朋友热情的支持，无私的奉献，发挥军七军力为台湾的精神，让军七会会当成长勇壮，凝聚民间力量，深化台湾民主，提升台湾主体意识，让这块土地人民会当勇气漂流意识，认同民主价值，以当家做主的责任感，迎向未来，共同创造新时代台湾人的辉煌时代。军七会需要你的支持。我们立场非常的这个是坚定，我们不是漂流的，我们有这个台湾的这个精神，我们有台湾的思想的，我就是我们的大家共同要努力的，要加强我们自己本地台湾自己的意识，认同台湾。